的海平线，金碧辉煌的建筑楼群，纵使窗外有万千美景，降重训练也只能是中国勇士们赛前的主题。赛前的降重是极其痛苦的，短时间内的大量水分流失会让人体身心俱疲，但赛场上一个电光火石的瞬间却需要赛场下长时间的训练。为了胜利和荣誉，也为了捍卫武林风中国搏击领导者的地位，中国勇士们必须争分夺秒。武林风再掀秋季风暴，泰国龙皮尼、迦南农两大全场总冠军 WMC 世界王者沙玉郎狂笑而来，韩国杀手金东秀、泰拳王龙拉卫是夺 WLF 63公斤世界王者金腰带分站冠军，谁是狙击王者们的中国勇士？10月3日21:15为英雄喝彩，河南电视台8号演播厅武林风直播启航，售票热线0371160111111。海洋的王者之战，2015年，中国勇士首次征战澳大利亚，邓泽奇厉兵秣马，剑指王者，唐飞病愈复出，再战擂台，铁英华压轴登台，引爆全场，武林风悉尼站血战太平洋正在播出。稍后登场的是63公斤级邓泽奇对乔伊康查。97公斤级唐飞对马修塞维奥，68公斤级铁英华对侯赛因曼苏里，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悉尼站精彩继续。99，这里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悉尼站的比赛，我们有请本场比赛的红方，来自武林风训练营，这是一场中国对澳大利亚男子63公斤级对抗，有请来自武林风训练营邓泽奇。感谢行业合作伙伴江苏宗申三轮车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天生就喜欢这一身戎装，这个世界上缺少的是胆量，浮生如此好机不能阻挡。现在登场的就是 WCK 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的拥有者邓泽奇。And he's a opponent across the ring from the red corner,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Australia and Full Force Gym, welcome Joey Concha. Representing Australia, 62.90 kilos at 44 fights, 27 victories, 15 losses, and 2 draws. From Full Force Gym in Blacktown, make some noise for Joey
I'm in the house with my blade, nigga, you front, you gon' get it. Okay, now maybe I'm city, cause I want you to treat it. Yeah, I be on that shit. 场上裁判员牛曹旺，比赛现在开始。狼王来了，泰国龙霹雳、迦南龙两大全场总冠军 WMC 世界王者沙玉朗首次登陆武林峰。สวัสดีครับผมไตโยคุ้มคำนวณวิดีสปอร์ตครับ狼王来了，泰拳天王对阵中国勇士，谁将是王中之王？10月3日21:15，狼王来袭。乌鸦飞，登州啊！河南电视台8号演播厅，武林峰现场直播。赛事咨询热线：0371-6011-1111。武林峰，我马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河南卫视武林峰澳洲站的比赛，我是现场解说蔡志贤，现在为您带来的是男子组63公斤级的比赛，蓝方是来自澳洲的 Joe Conger， 红方是来自中方的邓泽奇。好，这次啊我们武林峰训练营精锐进出啊，远征澳大利亚。当然澳大利亚他们这个选手一般呢、啊、在他们的体型啊跟经验上啊其实都是蛮优秀的。那刚刚看啊，这个邓泽奇他的迎击抓得非常的准啊、我们再注意一下澳大利亚的拳啊、刚刚啊小后退一步，立刻往前晋级。好，就康甲很快的躲到后面啊、这个是标准泰拳的一个姿势。好，再看看红方邓泽奇，好，又是拳法开路啊、一个对头部的勾拳，再来对一个腹部的直拳哦、这个组合啊相当的多变。好，你看这个邓泽奇啊，他只小小闪了一下而已啊、他在观察这个Joe Conger他的一个战斗力到底如何。好，那Joe Conger啊他的特色啊，他在中距离的时候其实他比较喜欢这样的距离啊、但是这样的距离啊他的拳法很容易啊被这个邓泽奇啊给识破啊，因为他的变化比较少啊，所以他现在选择开始要近身来做袭击。好，一个袭击啊、因为刚刚啊他连续做了好几下袭击啊、被裁判警告啊、就是他对于我们这个规则啊不熟悉的一个地方啊、他在慢慢的给调整啊、刚刚啊被 Joe Conger 啊被这个邓泽奇的后手拳啊给打到啊、不过邓泽奇目前啊还没完全发力啊、还在做一个试探。好，这个蓝方啊发现苗头不对啊，他们的教练觉得邓泽奇太强了、要这个Joe Conger赶快把这个报价拿高一点。好，目前啊这个邓泽奇啊是用这个腿啊跟Joe Conger来换哦，Joe Conger踢他的大腿，他第一个后肘直拳了、就打了一个Joe Conger的头。好，换拳了、跟迎击要需要很大的勇气跟胆量啊，还要抓得很准哦、胆大心细。这个刚刚啊一个前脚的扫踢啊差点上头。好，现在两个都63公斤级，动作都非常的快、脚步也非常的灵活。那Joe Conger做了很多假动作、想干扰这个邓泽奇的判断，但邓泽奇啊的经验非常丰富。哦，刚刚啊Joe Conger啊这个往前的一个顶膝啊、相当好，两个都用摆拳互殴。好，哎，撞了撞了，邓泽奇加油。好，哎，被铃声救了。Coming up, round number two, scheduled for 3 rounds of action. 好，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那周康甲他是3岁从菲律宾移民到澳洲，15岁开始打自由搏击，目前拥有国家级国际的冠军头衔。他希望啊，未来自己也有能够开一家拳馆的机会。那过去啊，他被号称为走法的魔术师啊，因为他走法非常的厉害啊。现在就是少了一个武器可以用了。好，邓德兴好好的发挥。啊，后手的大摆拳这个动作有点大，就看起来大摆拳了、啊。最好要多做一些假动作或做一些组合，不然这个邓泽奇啊，这么老道的经验是不容易让你打到的、啊。那邓泽奇啊，一直在抓这个防守反击的机会啊。那如果他逮到了迎击的机会啊，他更不是客气的啊。那目前，邓泽奇对邱康甲的高扫二，这个邱康甲的防守反击给了两拳了、啊，给了邓泽奇两拳，也是相当的凶悍。所以目前邱康甲的状况还是不错的哦。虽然第一局啊，虽然有点被这个邓泽奇压住了啊。那刚邓泽奇在竞争的时候啊，做了一个上勾拳啊，报告，一个很强的高手之拳，好，第一个被裁判强读，第一回合被强读了啊。现在看到我们邱康甲的一个啊，他的牙套啊也是蛮有风格的哦，鲨鱼型的牙齿牙套。好，但是啊，他被邓泽奇咬到了，飞得好远。好，邓泽奇接下来。邓泽奇啊，原先他出了拳啊，是拇指朝上的一个不转动的直拳，目前他的后手拳呢，已经开始转动了啊，他要把他整个力量都灌进去。哎，有点软了、哦，有点软了，看裁判要不要读秒。没有读秒。好，邓泽奇的后手拳还是非常的强。但是呢，这个邱康甲用他的吸法来反制。那看起来邓泽奇啊，其实他的腹部啊，抗击打能力非常强。那、现在改用策略啊，就一个踩脸，把这个后脚、踩到邓泽奇，踩到那个邱康甲的脸上。这个邱康甲已经有点流血了，不过他战斗意志还是在的哦。第一场就相当的精彩啊。那虽然这个邓泽奇啊吸法做的不多，但是因为他拳法实在太强太精准了哦。这个邱康甲没有把握好啊，因为他刚刚已经闪过了邓泽奇，让邓泽奇有点失去了平衡啊，他却没有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啊。现在是挨打的份了。这个鼻子都已经流血了。哎，这个邓泽奇最后这一记啊，前手的勾拳也是相当的准。看起来啊，这个邓泽奇应该又拿下了这一回合，没有问题啊。Tonight we have Miss Australia Chinese Pageant Sydney Rain 2014 Champion Serena Chen。好，比赛开始。一开始就刚讲就用个腕兔啊，大摆拳。就那个邓泽奇开始控制距离慢慢玩。哎，刚刚邓泽奇后手直拳的迎击抓了非常的凶悍。哎，这个一个兔腕的勾拳了、先出后手拳，再出拳前手的勾拳，打得相当的准但是腰力没有完全灌进去，所以那个邱康甲还是有把他顶住了目前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手套上面的绷带这个胶带都是有裁判签名的，不管是外面或是里面手缠的一个地方都要确定有没有藏一些这个比较硬的东西，会造成对方的伤害有这个第三回合了。好，双方互顶了一个膝。好，刚刚邓泽奇这个膝法也蛮凶悍那个腹肌也被邱康甲顶住了那所以这个邓泽奇可以再配一下除了这个腕度腹肌之外，再配一个其他的一个腿法或膝法会更不错。那目前双方都还没有膝上头要做一个转身边拳，但距离完全不对
因为这可能是周康甲无计可施了，再来一个自己不熟悉的一个险招。被裁判警告了一下啊。刚有做了个迎击啊，但是还是被这个邓泽奇给弄倒了。哦，看这个邓泽奇的威力啊，万兔之后再加一个飞膝，好，到最后一回合啊，这个体力大家都有点不济了啊，攻势有点变慢。好，这个邓泽奇有点疏忽啊，又被这个动作很大的后手大白拳给打到了，幸好抗击打能力非常的够啊，这个踩脸啊，踩脸加飞膝，这时候啊，你看这个周康甲军闪不掉了，因为没有体力啊。双方都用这个扫踢来攻击肋骨，这也是相当有效的一个招式啊。好，这个危险危险！周康甲中了好几拳了，他也是猛力的在还击。好。Joey Concha, Dan Sincha, give him a round of applause, please. We got the judges' scorecards after three rounds of action. Okay, we have the judges' scorecards. First judge scored about 30 to 26.Second judge scored about 30 to 27. Third judge scored about 29 to 7. All by unanimous points decision.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the red corner, Dan Zeqi. 本场比赛的获胜方是邓泽奇。有请河南卫视副总监吴立新先生为邓泽奇颁奖。这场发挥真的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子，这是也可能各种原因吧，反正感觉打得不是很好，然后动作太僵了，打得感觉太僵了，很多动作都没打出来。也是第一次来澳大利亚，这次比赛让我有点遗憾，希望下次过来我一定把对手 KO。 稍后登场的是97公斤级唐飞对马修塞维奥，68公斤级铁英华对侯赛因曼苏里，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悉尼站精彩继续。武林风再掀秋季风暴，泰国龙皮尼、迦南农两大全场总冠军 WMC 世界王者沙玉郎狂笑而来，韩国杀手金东秀、泰拳王龙拉威是夺 WLF 63公斤世界王者金腰带分站冠军，谁是狙击王者们的中国勇士？10月3日21:15为英雄喝彩，河南电视台8号演播厅武林风直播启航，售票热线0371-6011-1111。瓦岗寨旁，大运河畔，武林英雄再起烽烟。10月17日，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华州古城再现隋唐英雄气。咨询电话0372-8196-999、5222-225。武林风悉尼站，血战太平洋，正在播出。这里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悉尼站的比赛，下面这是一场中国对澳大利亚男子97公斤级对抗。有请本场比赛的红方2013年中国散打锦标赛冠军，来自武林风训练营，有请大炮唐飞。
Corporate Box Gym in Queensland. Welcome Matthew Saville. Blue with the silver and the black trim, Corporate Box Gym, Queensland. 14 fights, 8 victories, 6 losses, and 8 big KOs. Make some noise for Matthew Saville.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河南卫视武林风澳洲站的比赛，来开始啊，这个唐飞啊就往前冲啊，目前这个量级是最高的量级97公斤啊，所以他们的拳套啊要用12盎司的哦。那这个蓝方选手啊，他是 Matthew， 他在过去啊其实他的资历比较浅一点啊，他都仗着、啊、他的身高体壮啊力大无穷来压制人，可以看到、啊、这个前后脚的扫地啊相当的重哦，这个唐飞啊要特别的小心啊。那虽然刚刚啊唐飞先声夺人，但是呢这个在后续啊这个 Matthew 啊用他的很恐怖的一个，你看这个低扫啊相当的重，而且他非常有自信，你看他全部没有穿护脚踝啊，护脚踝里面他也没有用整个绷带来绑啊，所以这是一个对自己的胫骨相当有信心，对一个脚踝的强度也相当有信心。哦，刚刚唐飞用重拳还你颜色，目前为止啊这个蓝方选手哎、啊、他这个前后脚的一个低扫都相当的恐怖啊，一般人老早就倒了，我相信啊唐飞是靠着意志力啊在撑的，因为这么重的一个脚啊，又重又硬啊，他们是完全是泰拳底的。那现在唐飞啊用他的重拳来跟他拼，嗯，啊，但是近身袭击，还有对方的袭击不是特别的重。那这样哦，干一个高扫很重，但是呢被唐飞抓一个很快速的一个防守反击，哦，唐飞真的打得很猛，哎，对方又缓过气来了、哦、啊，大级别啊在国内啊要训练真的非常的难啊、因为啊可以陪练的对手不多啊，跟这个篮球选手到 NBA 一样啊，一看身高不如人，速度也不够啊，马上就要拼技术了啊。那现在哎，还好我们唐飞啊，现在拳法不管是后手直拳或是近身的上勾拳啊，都达到了一个相当准确的一个地步。啊，对方开始有点怕拳了啊、哦，可以哦，我相信啊，唐飞已经感觉到了啊、哦，对方在怕他的拳啊。然后这个 Matthew 啊，他顶膝的方法，他的发力方式也不太对哦，所以对这个唐飞啊啊没有造成太大的威胁。哦，后手直接直接塞了过去，这个是非常果断的一个决定。对了，没错啊，你拳出的越多啊，他的脚啊就出的越少，那在近身的袭击啊因为没有什么威力啊，所以不用特别的害怕。好，时间快到了，哇，在这个距离啊你看对方一抓到机会啊又来给你一个低扫、啊、所以唐飞啊要先发制人，待会可以看到、啊、双方啊都是重炮的往来啊，你用重拳打我，我就用重腿来踢你啊。相信这一回合啊，这个对 Matthew 一样用他的腿法啊，他相当自傲的一个腿法。那但是呢刚刚对进到了中近距离，就是这个 Matthew 在战略上的一个错误啊，他应该保持在中远距离才对哦、因为在近身啊就是唐飞重拳的一个攻击范围。那对方的教练也指示啊，这个 Matthew 啊多出腿啊，
他进的距离太近了啊，他应该在这个 1.5 公尺左右就要发挥他的腿法。这时候是唐飞打不到他，他踢得到唐飞，这个距离对他来说是最适合的距离。就是这个啊，觉得裤子有点掉下来啊，可能唐飞啊变瘦了啊，变瘦了，这裤子穿不住了。这个平常唐飞训练呢非常的一个辛苦，非常的严格今天为止他有一个对头部的一个后旋踢还没有开始发挥啊。其实在这个距离就是一个再远一点就是后旋踢的距离的。因为蓝方选手站得太近了，所以很容易被这个唐飞抓到反击的机会所以距离完全不对这个吸法也不够重。那好，既然这个 Matthew 他喜欢待在让唐飞舒服的距离，唐飞就好好的发挥。该唐飞的一个后手的一个短勾拳打到了 Matthew。好，接到之后没有勾差点因为这个 Matthew 平衡感不错没有被唐飞勾倒。我们觉得这个距离其实是 Matthew 的距离，他竟然跑到这个唐飞可以打到了范围。该两个人都拼这个接腿加勾踢结果是蓝方选手技高一筹把这个97公斤的唐飞给扫倒了。目前梅秀有点这个体力下降这头那手没有拿高这个头待会会被攻击到这个转身了应该体力有点不足因为已经有点这个意识，但是呢，这个距离不够，转的也不够快刚刚这个唐飞一直在盯 Messi 的腿，他要做反踢的动作等到这个反而在近身被这个 Messi 赏了两个小勾拳真的是相当的响亮所以这个唐飞不能掉以轻心，他的手完全不能放下来时间快到了，时间快到了这个被压制住了唐飞被对方用这个掌给压到了下巴。这一回合一样拼的相当的焦灼大家都没有占到半点便宜。Run three, you are my hero. Thank you to King Star Bears. Round number three coming up.这是最后一回合那刚刚唐飞比较可惜他的杀招对头部的一个后旋踢跟转身的后踹在前两回合没有发挥出来到了第三回合体力比较下滑的时候要做出来可能会有点困难了不管是速度或者准确度都会有所不足。好，对方的一个刺拳用长距离在吃这个唐飞接下来这样的距离对那唐飞如果觉得直线进攻会有所顾忌有所危险的话他应该可以往左往右各跺一步试试看再接腿接不住这有点危险有点危险他吃了好几拳了有点自己摇摇头让自己清醒一下所以手没拿高是相当危险的事情那目前蓝方选手他的反击的速度非常的快那唐飞虽然他要做这个反击的一个踢法但是目前来说对于蓝方选手不是太大的问题该蓝方选手做勾拳那个角度很像肘法他们打泰拳实在打太习惯了该吸法哇有点算连吸所以他搞不清楚不然刚刚的吸法实在是已经蛮漂亮了
哎，转身，哎，撞了啊，撞了，但是大周啊，没什么啊，其实应该力气有进去的啊。哦，还好还好，唐飞这时候手没有拿高，反而是好处，因为他肋骨刚好被他的手肘保护到了、哦。那如果他手拳拿下来的话，也许 Matthew 待会会出一个高扫啊。啊，他摇屁股啊，其实 Matthew 摇屁股用意是让他唐飞比较分不清楚我到底要出左腿还是右腿啊，这是他们的一个用意一个策略。那这个。Matthew 啊，他的前手掉得很低啊，不知道是不是要诱拐这个唐飞来做攻击啊？好，唐飞管后手直拳塞完，在一个前脚的高扫啊，但是没有中。好，压到角落哦，好。这如果近身啊，打法其实不够流畅的话。因为刚刚啊是唐飞背对这个 Matthew 的时候被蓝方选手啊推了一下啊，所以裁判说刚才这个蓝方选手啊点的好多拳了啊，点到这个唐飞啊头部都有往后仰的现象啊。10 seconds， 好，只剩10秒啊，唐飞冲啊，哇，时间一下到了，重量级的一个比赛啊。Yep, we got the judges' scorecards. 张飞 ，Matthew Saville， 。Okay,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3 rounds, we have a unanimous points decision. In this here bout, our winner comes way off.Blue Corner, Matthew Saville。比赛结果，南方胜。大家好，这次比赛输了，主要原因我觉得是我做了一个小手术，休息了3个月，然后为了这次比赛，我恢复训练了3个礼拜，我只把体重减到位了，但是这个体能真是不行，第一局结束已经抬不起来胳膊了。代表选手欧美的水平确实很高，他们的身体素质也比我们强很多，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中国选手也不是差，我们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的技术来制服他们。稍后登场的是68公斤级铁英华对侯赛因曼苏里，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悉尼站精彩继续。广州站的比赛，广州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全新一代独家为您呈现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广州站，台前幕后花絮，走进武林风，走进中国勇士。全新一代新人王比赛羊城开战，新人辈出，五位猛将勇战劲敌，小将恐龙蓄势待发，能否蝉联冠军，捍卫金腰带？武林风之全新一代9月27日，敬请期待。狼王来了，泰国龙霹雳、加南农两大全场总冠军 WMC 世界王者沙玉狼首次登陆武林风。狼王来了，泰拳天王对阵中国勇士，谁将是王中之王？ปีกหมัดโอเคครับก็แต่ก็ไม่ประมาทครับผมก็แก้เกมมาดีก็ระวังด้วยแล้วกันครับไม่ประมาท10月3日21:15狼王来袭乌鸦飞登州啊，河南电视台8号演播厅武林风现场直播，赛事咨询热线0371601111。武林风我马了。
瓦岗寨旁，大运河畔，武林英雄再起烽烟。10月17日，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华州古城再现隋唐英雄气。咨询电话：0372-8196-999，5222-225。武林风悉尼站，血战太平洋，正在播出。下面这是一场中国对澳大利亚男子68公斤级比赛，下面将要出场的是 WRF 武林风明星阵容里最年轻的明星，有请2015年度武林风世界功夫之王小虎铁英华。And he's a opponent from the blue corner representing Australian Fighters Express Gym.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make some noise for Hussein Mansouri. His palms are sweaty, knees weak, arms are heavy. There's vomit on his sweater already. Mom's spaghetti, he's nervous. But on the surface,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he is, Express. Fighters Express Gym. 14 fights. 10 wins, 3 losses, and 1 draw. Make some noise for Hussein Mansouri. The game is now starting. The referee on the court, Andy. Come on.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河南卫视武林风澳洲站的比赛，我是现场解说蔡志贤，现在为您带来的是男子组68公斤级的比赛，蓝方啊是来自澳洲的 Hussein Mansouri， 红方是来自中国的铁英华啊。为什么今天是68公斤级呢？因为呢铁英华其实他觉得自己状态最近不错啊，蛮大方的，因为这个 Mansouri 啊他体重降不下来，他就说好吧，送你1公斤。用这个68公斤来跟你打。那这位选手啊，大家一定很面熟啊，因为才刚刚啊跟谢雷打过，打了4回合啊。我有说啊，他力量非常的大啊，但是呢，我们上次看起来什么软绵绵的呢？原来啊，他到了中国比赛之前，他肠胃炎啊，躺了1个礼拜啊。到中国打完回去啊，他又继续躺了1个礼拜。哦，他说他现在状况非常的好啊，状况非常好的。Hussein 对上状况非常好的小武铁英华啊，到底谁会胜出呢？哎呀，这个小铁啊，之前问他啊，他跟这个古拉宾打得怎么样啊？他说那时候那阵子啊都腿伤啊没有痊愈啊，所以跟不上训练啊，所以状态也提不上来啊。那后续啊他有对上日本选手啊，日本选手一脚把自己的脚背啊送到这个铁英华的手肘，当场把自己的脚背的脚骨给踢断了，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刚的铁英华的一个腹肌加肌头，相当的漂亮啊，这些组合啊真的是非常的高级。好，一个胫骨的上头啊，还好这个蓝方选手啊他报价非常的高。那你看到这个蓝方选手啊，他的一个背肌相当的发达啊，所以他做勾拳的时候要特别的当心。好，现在到了角落，他点了2下啊，再用两个踢击，但是都被小虎铁英华的这个胫骨啊给顶住了。所以铁英华对他的脚啊是非常有感觉的啊，抓了非常的准。但是他的一个勾拳啊。非常的刁钻，一下击腹，一下打这个小武的下巴。看起来目前这个小武的脸呢、似乎有受到影响，有被打到几下的样子。一个跳起来的一个转身，但是被顶住了。转身边拳啊，就怕没有距离，所以这个 Hussein 啊非常聪明，就人直接往前顶，
胡森刚刚啊连续前脚的两记高扫啊，可见呢他的腿法非常的精湛。这个今天啦、大家都火力全开啊！这一场真的是太好看了啊！双方的今天的状况啊都非常的好啊，小虎刚刚的一个上勾拳了、也非常的刁钻。这一场啊真的是技术含量非常高的一个比赛。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慢动作的回放啊，不管拳或腿啊都非常的快，非常的刁钻。Event of the evening, WLF World Championship Battle of the Champions. Coming up round number two.好，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小虎啊，他的右眼皮这边啊已经开花了啊，所以这个对方的拳呐、是相当的重。好，哇，对方啊一个 head body， 先打头再打身体。好，打完之后、换田华啊一个转身变拳。但目前啊对于这个 Hussein 来说啊，这个转身边拳似乎是没有作用的，因为他报价非常的高，而且他距离抓得很好啊、所以也许啊你在下次做这个转身边拳的时候、他会有反制的动作啊。刚刚田华的高扫是非常高难度的一个动作，哎哦，但是双方非常厉害啊、这个小虎用前手顶住了之后，本来要做下一个后手的攻击，但是还没发射的同时，这个 Hussein 呢就直接打断了这个小虎的攻势。双方的技术啊，真的都是国际上一流的水准。刚刚 Hussein 把这个小虎推开，在一个前脚的高扫但是只削到了一点点，但是呢接着两记低扫就相当的恐怖，可是呢，哇，我这小虎的连续的组合拳勾击简直是一个拳击的选手嘛，太高杆的一个角度了啊。只是说 Hussein 太耐打了，到目前为止啊小虎各种角度的一个勾拳对 Hussein 还没有造成打击目前 Hussein 自己跑到角落去了，被关厕所。好，小虎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在附近上勾，上勾 ！Oh, come on, make some noise up in here! Yeah, 这个现场的观众都是很有水准，看得懂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比赛。刚刚小虎前手顶住了做后手的一个上勾拳但打不进去。好，打不进去，我就是来一个复击。对，好，换一个这个 Hussein 的后手加前手的一个组合双方的拳击技巧都非常的好再个侧摔上头，转身边拳了，距离太近了没打到真的双方这个技术都不是盖的小超人拳，但是小超人快滑倒了目前啦小虎以气催力这脚踢得太勉强了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不管拳或被对方的一个震蹬给蹬开了，因为对方的力量真的是比田华大了一些时间快到了，哇，好漂亮的一个拳脚攻击尤其在阵地战的时候又能做后脚的高扫，又做转身的边拳。好，大家好，真的是压轴的好戏这一段的慢动作的回放都是我们自由搏击的一个教科书大家可以好好看一下，非常有水准的一段比赛。
在上一场啊，我有说这个田英华的状态需要调整，但是在今天呢、啊，他不论啊在技术啊、在他的力量，在他速度，在他的心态哦、完全不是问题哦、就是一流的高手的水准啊、因为他对上了也是一个非常难缠的一个家伙啊、在以前呢、啊、Hossein 啊他其实都是靠着步伐、啊、在做周游列国的一个玩法啊、他今天呢、啊、决定用阵地战，因为可能在他的家乡哦、他表现的勇猛一点跟田英华、啊、来阵地战哦、你看哦一个拳的往来哦、那小铁的拳啊真的是非常标准，手是往下的，这样的一个直拳是非常的好，隐蔽性非常的高啊、可以看到、啊、这个小虎的拳刚到的时候啊，这个 Hossein 啊他的拳啊也做一个还击啊、哦、双方真的是抓得非常的好哦，这个小虎他的转身边拳有点做了太多次啊，但这样的是 OK 了，可是呢啊这么漂亮的个拳啊 Hossein 都不在乎，还能够很轻松的还击啊、哦、真的是太恐怖了啊，双方的攻击力抗击打能力都是一流的水准、啊、你看、啊、也没有做摇闪、啊、双方都直接顶、啊、对于这个阵地啊完全一寸都不让，两个人的勾拳啊、哦、其实线路都非常的多啊，他的扫踢啊目前看起来哎 Hossein 的扫踢速度稍微快一点，力量也稍微大一点啊，哦我也不知道这个我们场下的裁判了、啊、他分数应该怎么打才对啊、哦、最后补了一记西法啊，这个 Hossein 啊哦今天技术含量最高的一场比赛啊，好做阵地战了，好像没有特别的效果，现在不知道小虎啊会不会转换一些别的策略，哇刚刚顶住之后啊，这个 Hossein 啊来一个低扫相当的重，好小虎点点后手，点点后手连续来个两个组合，哇真的啊小虎的腹肌直拳还有一个上勾拳啊都非常的漂亮啊，而且你看他们不做摇闪了、啊、他们就在抓反击的机会啊，啊刚才小虎啊用手肘啊顶住了对方啊，好现在最后十秒，哇一个对头部的后旋踢，而且是用脚跟的后旋踢啊，这个 Hossein 啊够狠啊，我看到了这个，我看到场裁啊我都忘了 怎么打分数了，看得太专心了，看起来这回合有可能被我们的小虎拿了下来，但是呢最后这个 Hossein 对头部的那个脚跟后旋踢啊也是相当的狠啊，after three rounds of action we have a majority draw. Ladies and gentlemen, a majority draw. Come on, give it up for the boys. We'll see them again next year. Come on, come on, make some noise up there. 好，本场比赛结果平局。首先非常高兴能够跟随武林风来到澳大利亚悉尼来参加比赛，也非常感谢大东翔给我的这次机会。虽然这次比赛没有赢，但是这次比赛我打得问心无愧，这就是我想要给大家带来的比赛，敢打敢拼，勇往直前，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支持我铁英华，因为我会把训练，所训练的东西全部展现在擂台上，这也是我所希望的，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支持武林风，谢谢大家。瓦岗寨旁，大运河畔，武林英雄再起烽烟。10月17日，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华州古城再现隋唐英雄气。咨询电话：0372-8196-999，5222-225。武林风再掀秋季风暴，泰国龙披尼，
嘉南农两大全场总冠军 WMC 世界王者沙玉朗狂笑而来，韩国杀手金东秀、泰拳王龙拉卫赤夺 WLF 63公斤世界王者金腰带，分站冠军。谁是狙击王者们的中国勇士？10月3日21:15为英雄喝彩，河南电视台8号演播厅武林风直播启航，售票热线03716011111。